播报8月18日讯，据建一俱乐部鹿岛鹿角官网的消息，此前在联赛第22轮对阵长崎的比赛中受伤的前锋安部裕葵19岁，在赛后经过球队队医检查之后，被确诊为右脚关节扭伤，将伤缺大约2到3周时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也就是意味着他将缺战8月28日到来的同天津权健的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。目前鹿岛鹿角在联赛中排名第七位，而19岁的安部裕葵代表球队总共出场14次，攻入2球，并且他还曾在亚冠比赛中出场4次，其中首发2次。此外，于上个月因左脚关节扭伤的中卫长子源目前依然还处于养伤的状态，能否赶上对阵权健的亚冠比赛还有待确认。嘻嘻。